给你们看一下哈。阿贝的鸡翅就是阿贝有用那个真空包都把鸡翅就是真空起来，然后帮大家冷冻起来，所以它就很新鲜。阿贝煮的鸡翅，我个人是觉得不一样的味道，没有吃过的味道。台湾我没有吃过。我以为你是要说阿贝每次煮的味道都不一样啊？对啊。对对对，第一次是真的味道，我就想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第二次是，哎，不一样。他现在已经把味道固定下来了。对对对，做吃的不容易哦，真的不容易。嗯。很多人都说，说我们分手是不是真的？对。对，其实，对我们分手了。我们都希望大家不要去乱猜测。对啊，不要说因为谁有谁什么，因为媒体最爱写这种东西。我们都没有，对，我们纯粹只是因为彼此上个性的一些差异，所以我们最后选择这样的模式。但是我们还是朋友啊，对啊，我们是好朋友啊。我们刚刚开直播之前，突然间对看了一下，说，好像这样比较轻松，对，就是这样比较轻松，没有相处起来比较没有压力，就是不用去担心另外一半怎么样，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就是就像你讲的，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照顾好，对，这个其实我学到很多东西，真的，我在你身上真的学到很多很多东西，真的我很感谢你。其实我很谢谢你，就是在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，然后在我低潮的时候陪着我，就是你也教会我很多东西，你也帮我很多忙。我真心很感谢，真的真的。每个人都会有优点跟缺点，我很谢谢你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缺点，因为我的个性有时候就是真的是比较懒散啊。对，这个其实我知道，我们只是因为在个性上的差异，然后我们也一直很努力在磨合。或许现在这样的选择对我们彼此都是好的。我们的关系是在转变。对，那已经大概一个多月了，因为是一个月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坐下来吃饭，我是觉得说，好像彼此冷静之后再去看对方是就比较不会那么紧，就是稍微放松一点这样子。对对方的感谢是没有变。我也很谢谢你很长一段时间这样陪伴，然后照顾，然后很用心的付出。其实我们都很用心的付出，对。然后，分手不是一种否定对方，而是眼看着大概这个状态好像已经再不补救会不行，可是实在找不到补救的方法，所以只好先暂就是。先拉开一下，然后会这么决定是我们觉得接下来好像这样转变这样子，双方也会获得成长。对啊，就是不要去伤害对方。对，分手不要去伤害对方。